几号？都红，木都好写，它就是三号。大家好，我是蔡雨涵。刚刚我们在拍影片，然后我觉得拍那部影片可以让就是让我们自己当导演的感觉，感觉很有趣。接下来我们要把影片接完成，然后做出给学生的位置，还有邀请函，最后还要给同学看那些影片，然后还有他们写问卷。我就是下个礼拜就能把影片剪接完成，然后呢就可以给学生看影片跟写问卷，然后让我们寒假也可以好好的放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曾静啊，我是参加 DMC 的一员。然后我们这一组是做环保块和免洗块，我们宣导方式是拍摄有趣的影片并录版宣导，希望小朋友能知道环保块的好处并进而不再使用免洗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馨宇，我是 DFC 的成员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主题是环保块，因为环保块对身体不会造成伤害，而且也可以对地球很环保。我们宣导的方式是拍影片，然后希望透过很有趣的影片来告诉大家使用环保筷的重要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振勋。一开始我在制作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很麻烦，而且刚刚因为他的声音和字幕配不起来，所以他有点没办法播。然后在刚刚我发现那个可以把影片的声音弄掉的方法，然后对，所以现在就不会有刚刚录的时候的。谢谢大家。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因为如果能避免使用免洗筷，就能避免吃进在制作免洗筷时所加入的化学物质。而且如果不使用免洗筷，就有更多的竹子能拿去做更多东西。现在我们要请你们看一部和筷子有关的影片，并告诉我们你看完影片后的想法。谢谢。